这是什么新发明？七哥博士。哦，天哪，你克隆了超级卡车。机器人是活的，看起来还很邪恶。很棒的万圣节服装啊，宝宝们。小心点儿，宝宝们。啊，不，糖果。你不是在做梦，那是你的邪恶双胞胎。不好了，宝宝们都以为是超级卡车偷走了糖果。你得把糖果拿回来，才能证明自己的清白，超级卡车。是时候变身了。机器人跑得太快了，是时候用点魔法了。这个咒语能阻止机器人，就差一点了。你必须在机器人逃跑之前拿到糖果篮子。拿到了，宝宝们一定在等着呢。现在一切都好了，是时候去参加万圣节服装比赛了。这里是万圣节服装比赛，超级卡车和宝宝们也想参加。你打算凭这身服装赢吗，奇哥博士？你这次又打算做什么？小心！粘液毁了所有人的服装，所有人但除了你，奇克博士。不好了，万圣节服装比赛被毁了。奇克博士的服装还是好的，所以他是唯一能赢的人。这不公平，奇克博士作弊了。你能解决好这个问题吗，超级卡车？哇，用魔法洗车。哇，奇哥博士需要学会公平竞争。一把粘液枪，太棒了。你就是这样对待其他参赛者的，这一点也不好玩，不是吗？你被淘汰了。穿着巫师服装的是赢家。你就不能消停一会儿吗，奇哥博士？小心着急卡车。机器人，现在是友好的了。看来奇哥博士从来都不吸取教训。嗨，伙计们，你们要比赛吗？哇，获胜者的礼物真好呀！看来鳄鱼卡车也想加入你们。大家准备好了吗？预备，走。鳄鱼卡车和弗兰克领先。不，鳄鱼卡车在作弊，他往弗兰克身上放了颗肥皂炸弹。鳄鱼卡车住手，这不公平。
糟糕，弗兰克，你还好吗？超级卡车看起来有麻烦了。汽车们在比赛，但是鳄鱼卡车在作弊。超级卡车阻止他，是时候变身了。跟上他，警车。看起来安博和玛丽要追上鳄鱼卡车了。好身手，安博！小心，安博！鳄鱼卡车正在释放另一颗炸弹。啊，不，那是鳄鱼卡车的绵绵粉炸弹。安博睡着了，他不能再比赛了。你逃不掉的，鳄鱼卡车。加油，玛丽，你可以追上他。小心点儿，玛丽。太棒了，做得好，玛丽，你领先了。另一颗炸弹，玛丽，快跑！不好，是粘液炸弹。玛丽的轮子陷在粘液里了，她不能再比赛了。你是最后一个了，超级卡车，你必须阻止鳄鱼卡车。警车来追你了，鳄鱼卡车，小心炸弹，超级卡车，就是这样，你抓到它了。别，又是炸弹呀！不好了，超级卡车被困在烟雾里了，它什么都看不见了。你必须离开这儿，我们用 ST3000 吧。太棒了，是超级反应器。他快到终点线了，现在谁能阻止他？加油，超级卡车，你能做到的，你还能抓住他，超级卡车。去抓住他。超级卡车阻止了鳄鱼卡车，并赢得了比赛。做得好，超级卡车。下次如果你想赢的话，不要作弊，鳄鱼卡车。嗨，伙计们，在为鲍比的惊喜派对制作生日卡片呢。有人需要你的帮助，你最好马上回家去。是马西姆，大家都来参加鲍比的惊喜派对了。鲍比正在回家的路上，卡尔，你能把贺卡和生日礼物带来吗？快点儿，你可不想错过这个惊喜派对。哦，交通太拥挤了。问题在这儿，交通信号灯不亮了。也许你需要变身超级卡车。哈嘿，妞妞，我们去拿鲍比的生日贺卡吧。鲍比的生日提前了，蒂姆。超级火车会带上贺卡，还有一张乘坐热气球的票。火车轨道在这里就结束了吗？
快点儿，超级直升机，快去取票。我们去海滩吧。哇！大家快点，在卡片上签上名字。不，超级直升机，做点什么？惊喜吧！生日快乐，鲍比！谢谢你今天帮了大忙，超级卡车，鲍比的生日派对非常棒。好好享用你的小蛋糕吧。今天凯莉休息，别让坏事发生哟。沃尔特，我们就指望你了。你要吃冰淇淋吗？沃尔特，你身后。不，恐龙把大家都吓坏了。这只恐龙正在袭击城市，它在那儿，这是一个霸王龙。小心！我觉得他是想跟你玩。找到你了。他一定饿了。也许他是想和你做朋友，超级卡车。是时候去玩了。
有本事就来抓我呀。你告诉汽车们关于恐龙的事。别担心，伙计们，他不会伤害你们的。看到了吗？怎么了，沃尔特？另一只恐龙。他是你的妈妈吗？他一定是在找你。你应该可以引起他的注意。他来了。妈妈来了。就算我们不一样，我们也可以是朋友。下次见啦。那是用来帮本浇水的新发明吗？控制面板不起作用了吗？小心！螺旋桨无人机失控了，它在自己动。汤姆，本，快跑！看来有人需要你的帮助，超级卡车。汤姆的新发明出现了故障，无人机在攻击他们，帮帮他们，超级卡车。汤姆，本，换个方向开车。超级卡车，你需要变身。他们正快速地朝城里前进，超级卡车。那水泥需要保持干燥，比利。比利，小心！超级卡车，你得再次变身，快！剩下的那个在哪里？在这儿呢。用 ST3000。
对不起，珍妮斯。做得好，超级卡车，安全多了，对吗？